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老师。今天 Jenny 又给大家带来了澳洲八大翻译硕士专业，一起来看吧。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翻译类的人才，未来的就业形势还是很乐观的。那么澳洲的 LATI 也是澳洲唯一的翻译专业认证机构，在世界上也是享有声誉。除此以外，澳洲的翻译专业就业前景良好，因此想攻读翻译硕士，澳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是墨尔本大学的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翻译与口译硕士，这个课程的话是分为两个学制，一个是2年，一个是1.5年，有两个开学季，分别是2月跟7月。那么如果你是任意专业的学士学位的话，是申请2年制。985院校的话是均分78，211院校均分80，双非院校均分82。如果你有相关学科的学士学位，就可以申请1.5年制。相关的学科就包含了翻译或者口译、双语交际、亚洲研究、语言学或者应用语言学、英语或者英语 TESOL。那么这个专业的话，也是要求雅思总分6.5，单项6 ，PTE 总分58。单项50。第二所院校的话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有三个翻译的相关课程，这三个课程都是提供了3月、6月和9月的三个开学季。第一个课程的话是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翻译与口译硕士，2年制，任意专业的学士学位都可以进行申请。双非院校的话是要求你本科75分以上，澳洲本科的话是65分，需要有较高的双语水平，英语要求是雅思7，单项6 ，PTE 总分65，单项54。第二个课程的话是 Master of Translation 翻译硕士，课程长度是1.7年，需要你是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双非院校本科均分是75分以上，澳本的话是65分，需要有较高的双语水平。那么1年制的话是需要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加1年的相关工作经验，需要有较高的双语水平，雅思是要求7，单项6 ，PTE 总分65，单项54。那么相关的学科的话就是包含了口译与笔译、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媒体、通信、新闻、公共关系、广告、市场营销、商业、经济、法律、语言、认知科学等等。第三个课程的话是 Master of Interpreting 口译硕士，这个课程是为期1.7年，入学要求的话是需要你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双非院校75分以上，澳本65，需要有较高的双语水平，英语要求也是一样，雅思7，单项6，相关的学科也就同样的包含了口译、笔译、艺术、人文、社科、媒体、通信、新闻、公共关系等等。第三个学校的话是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的 Master of Art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这个翻译课程，它是有中文和日语两个学习方向，培养中英日英译员。那么课程的长度是2年制，开学时间有2月跟7月两个开学季，入学的要求是任意专业学士学位，985、211均分70，双非75，雅思6.5，单项6 ，PTE 的话对应过来是总分64，单项60。接下来的话是莫纳什大学 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课程长度是2年制，开学时间有2月跟7月两个开学季。那么7月的开学季仅仅针对于 Translation Stream 的同学，入学要求的话，本科均分要80以上，没有专业背景要求。如果你有相关专业背景，那么就有机会申请1.5年。雅思的话是总分6.5，单项6 ，PTE 总分58，单项50。西澳大学的 Master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这个课程会培养精通英语和八门亚洲和欧洲语言之一的译者，比如说中文、印尼语、韩语、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课程是为期2年的，开学时间就有2月跟7月两个开学季。这个专业入学要求是需要你有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 ，WAM 是要求65分，同样的话也是要求你有近似于本地的语言者 （native speaker）。雅思要求是总分6.5，单项6。接下来是阿德莱德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提供 Master of Arts 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那么这个课程长度也是2年，开学时间有2月跟7月，需要你是学士学位 GPA 5.0， 必须要学过中文或者在中国接受过教学。另外这个课程还提供衔接课程 Graduate Diploma in 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个课程的语言要求是雅思 6.5， 单项 6， PTE 总分的话是58，单项50。好了，关于澳洲八大的翻译硕士项目，这里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大家有进一步疑问，或者是说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杰尼或者评论区报道哦。
负责英国、澳洲，还有就是新西兰，还有香港的留学申请啊、签证办理，还有就是移民办理的等这些业务。Hello， 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的阿丽老师。魔力教育从留学申请、签证服务到后期的接机和住宿，都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给您最好的留学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的徐娜娜老师。魔力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徐娜娜老师在企业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以真实案例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接力老师。魔力教育身在网络也在眼前，给您最放心的服务。我为您申请商科硕士，我为您申请曼彻斯特大学，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我为您申请酒店管理硕士，我为您申 UCL 大学，我为您订接机酒店，我为您写签证文书，我为您做签证培训，我为您做选课辅导。